那儿媳妇是我的眼中钉，老身外事，只有我许配那不正为妻呀、啊。自从俺老头子成亲以后啊，俺老头带我亲，是我带老头亲呐、啊。谁知道亲来亲去，把老头子给亲死他娘了个脚了。哎，自从老伴下世以后啊，我跟前撇下了一男一女，那男名奔喽，是女名挖豆。与我而娶了个媳妇是李氏荣华呀。清晨起来，我让俺那儿媳妇给我做晚饭，眼看天到这般时候，还给我端不出来哟。如其不然呐、啊，老婆子我先念念经，等她一会儿。耶，恁是不知道啊，老婆子我这一生一世哟，啥都不好，我就是好念经，好积德行善，我那心哟可是通善了嘞。哎，这家草开的心，奶奶都带他孙子亲，不是要带孙子亲，孙子是他的后辈人，但等伴娘亡故了，孙子给他送的费那个阴草贴补老臣那心，害了害害哟，害害害你哟，害害害我呀，害害我啊，害害害我。老乖，哎哎，要念经嘞，念经的吗？哎呦。叫俺也跟着你说说，听见了没有？俺那街坊里你的老太太们吃了饭没有事喽？老好听我念经不是？行啊，那饭没有端出来，现在有啥事儿？再念一段。进到屋，喝咚咚，摸着洋火点着灯，灯看我，我看灯，看来看去一场空。半夜三更发一怔，搂住枕头当相公，那个俩眼哭得喧喧哄，年轻人傲寡不能行啊！嗨嗨嗨，你哟嗨嗨嗨说呀！再念一段，那行，饭没有端出来，再念一段。啊，缺蒜锤，两头光，缺缺辣椒，缺缺姜，辣椒辣，姜味长，念经就比那做个强啊！嗨嗨嗨，你哟嗨嗨嗨说呀，嗨嗨说啊，嗨嗨嗨。吃饭不叫吃饭了不是？中再念一段，再念一段。一根拐杖一根一，这根拐杖当利器；两根拐杖两根两，这根拐杖比儿强；三根拐杖三根三，我这看见媳妇八连翻；四根拐杖四根四，媳妇不中吃那个五根拐杖五根五，我在世上老受苦那个六根拐杖六根六，我给家里置满屋那个七根拐杖七根七，我给家里舍不里那个八根拐杖八根八，我给穷家舍里把那个九根拐杖九根九，买口棺材顶住口那个十根拐杖十根十啊，买件黄都再不起呀、啊！嗨嗨嗨，你要嗨嗨嗨说呀，嗨嗨哇，嗨嗨嗨，嗨嗨我的呀，我的小贱人，饭做好了没有？爬出来吧！啊，来了！听听那傻别声儿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！这是。我母亲来用饭。哎呀！端过来吧，尝尝好吃了，啥话不说，不好吃呀，我饶不了你个小贱人。呀，哎呀，烧死他娘那个嘴了呀，呸，
我说小贱人，那小贱人，你做的甜不甜，咸不咸，肉丝生青菜烂，鸡没葱油没蒜，香油少味不串，你说你做的他啥饭？哎，呸！哎呀，我吃。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专业性看曲剧的微信公众平台。首先我们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的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再点击底部的公众号，然后输入曲剧七八，曲剧七八，记得是拼音曲剧七八，然后点击搜索，然后点击曲剧名段精选，然后再点击底部的关注。关注完之后，底部有一个菜单曲剧精选，然后点击进去，这里边都是曲剧的名家名段，赶紧进来观看吧。